加入影片档啊。那我们往下移，最后一页按右键再来新增节好了啊。那节就另外一个地方，再来插入影片叫做视频啊，这大陆的用语，本地视频。那这就提醒你，它必须 MP4 的文件啊。那我建议这不要把它勾选了，勾选又不提醒你。好，这是我们刚做的零 Word Play 这边把它加进来，这在威力导演转换的。那进来以后，我们刚做的是320240，所以呢修改在这里改，预设进来它搞错了，320240 Enter。那320240就这样啊，当然你可以拉大一点啊，要不要出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控制条啦，叫默认控制条啊，也许这里也还是需要背景，添加背景啊，有个背景比较好一点。那当然这个影片你需要一个主题，那主题名称事实上你可以在威力导演做了，如果在威力导演没做，那就是要来这里做，就在这里做咯。那加文字可以从这两个加，你也可以加造型文字，我希望比较活泼一点，就选什么形状的气泡文字，好，来个云朵啊，那看起来比较酷手一些些。在运动文字里面按 Enter 可以把它换到下一行来，那选起来的时候我们希望它字中点这里，那字才会摆在正中央，当然可以打中文了啊。这地方哦 Play， 那点起来这个框框，那这个对话框一拉就知道是可以拉到这里来啊。我们来预览一下吧，预览从这里切换太麻烦，都点到页面的地方，就点这里来预览这一段哦。那点这里呢，开始播放，再来预览一次吧。哦，啊，你可以加一些比较有趣的对话框，所以这两个地方都是让你加文字，这是加标准文字，这是加造型文字。哦，那另外一个加文字方法，如果是你是在 Photoshop 那个加比较有质感印，那变图形把它加进来，啊，存档要存 PNG。